伊个申请吼，啊，咱个一处长，吼，安尼咱就正式来交来召开这次吼个即个各委员会，啊，今次咱就对着即个第一个提案吼，咱个教育编文化部长对吧？啊，就对个伊个提案开始啦吼，哎啊，迄个因为是联络局长接收到。他已经在路上了，已经在路上了、哦、那我们是不是就从那个议员的提案开始？哦，他就这个教育编号一了，好、哦，那是不是请议会了？议员提案教育一，按由教育局当充分沟通，不得一意孤行，将成功国小师生随意转往他校，办法如按由。那是有现场的委员有意见？那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提案人哈，局长在现场哈，说这个案子也许有一些误会，但是事实上来讲呢，因为现在讯息传播得太快，哈，不光是成功国小的问题变成引起了连环的这个漩涡，现在那叫什么进学国小的家长师生传不安。都觉得说是不是明天就怎么样了，所以呢，我们会要求教育局针对最近不光是进学国小、成功国小、成功国中也罢，那天洪玉议员又提到永福国小化也罢，有好多学校改变校舍里面、校园里面的改变的一个状况的案子，一定要经过妥善的沟通。才把消息让大家能够确认，否则的话，我们说可能是要往哪里去，那这个一出去以后就变成只剩要去哪里了。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消息的传播的时候有一些杀伤力，所以呢，我们提案要麻烦教育局做好充分的沟通，在沟通不完整不够彼此共识的情形之下。不得一意孤行，就决议说要把成功国小的孩子们、老师们迁到进学国小上课、上学。我想这一点要麻烦局长，是不是？也给教界一个安心的一个说法，好不好？好，谢谢主席。好，谢谢嘉贞议员。好，那请他议员有意见，那是不是请局长说明一下？主席啊，还有我们各位议员先进哈、啊，大家好。有关于就是王家人议员提出的这个案子啊哈，谢谢王议员昨天让我有机会哈、啊，可以跟您做一个说明啊哈，就是说其实这个案其实还在评估当中哈、啊。那当然评估的过程当中呢，也许有一些讯息的传递哦、啊，真的也不是我们当初可以臆想的。到的这样哈，那我们现在呢？目前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说，关于成功国小，因为这个赤坎文化园区要改建的关系，所以目前我们跟文化局的沟通，还是希望说是可以做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校舍的拆迁呐、啊、哈。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成功国小的学生务必势必他就一定要做一些安置的这个情形哈、啊。那我们目前呢评估的除了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同仁也去这个我们甚至中西区或者是北区的国中跟国小哈、啊、在勘察哈、啊。那因为这是明年大概是要到六七月份啊才会做这个安置的工作哈、啊，所以。目前我们还是持续的来进行。那当然，议员刚才所指导的哈、哦，就是要充分的沟通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呢来做。好，谢谢。好，那谢谢局长。我想任何公共政策的推动哈、哦，都应该要跟这个充分的沟通。好、啊，所以我们就照案通过，送四五年。好，那教育提案二，提问请党主。教育二方案。案由拒绝试售一中教科书，办法禁止试甲国高中购用上述有问题的教科书，由任课教师编写相关教材。那这个现场的委员有没有意见？
哎，没有意见，那我们就照案。我们可不可以讲话？也可以吧？哦，可以哈，不好意思哈。那我们看了说这个所谓的提案，那这个是不是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国以后，我觉得这是会比较适合？要不然的话，现在不是有一点奇奇怪怪？那个，我们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事实上来讲，我们自己应该有这个志气，我们就是一中嘛。我实在不太懂，因为这个开罗宣言是我们说没有就没有，还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大法官学者来把开罗宣言推翻，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个提案是姿势挺大的一个提案。哦，那我们议会的同仁，当然这么多民进党同仁或者其他无党派同仁啊，支持这个案子。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有这个发言的权利的话，我觉得这个案子是不是改成台湾国以后啊，这是最适合的。那这是我的意见。好，谢谢王爷的意见。那是不是有其他委员有意见？那就请教育局说明。谢谢主席哦。有关于这个教科书的这个案子呢，就是李文正议员他也有多次啊哈召开记者会，也要求我们局呢出席哈。那甚至我们呢也行文给教育部哈，就是对于呢教科书的这部分的内涵的部分哈，是不是要透过国教院那边哈做一些处理这样子哈。那但是目前部里面的回函哈都是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局呢是有请我们这个老师哈用这个自编教材，就是关于这个部分呢有用自编教材的方式呢来就是做补充说明啊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因为它的权责不在我们市政府教育局。好，所以还是就是目前还是要依照部里面的课纲啊，来这个进行教学工作。好，以上补充报告。对不起，局长，我能不能请教一下？你说我们自己老师有做补充说明，是吧？那所谓的补充说明是什么意思？跟这个委员报告一下，就是所谓的补充说明，就是把那个开罗宣言的这个部分，哈。更详细的跟学生在教学上更详细的跟学生做说明这样好。哎，那只不就是根据这边所提到这个开罗宣言的部分啊，哎，因为课本的这个其实像我以我们国中的教科书来讲开罗宣言这个大概就一两句话就讲不去了这样。哎，以上补充。好，那谢谢王议员。好，那是不是有教育委员会的彭委员会的委员有意见？那个谢谢王议员的意见哈，那是不是我们就这个也照案通过送市府研议？好，那我们就教育小组的成员没有其他意见吗？好，那下一个提案，议会行政组。教育三案由请市政府先期议地新建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用地文高十一所在地的各项运动措施，办法如案由。啊，那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那没有，那我们就照案通过送市府研议。那一人提案就三个。是。那我们这就回到第一个文化局的这个提案单位，文化局。来，第一位。教育编号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核定补助本市2005-2006年度台南市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创1+1计划，计划总经费新台币700万元，中央补助款350万元，市配合款350万元一案，为争取时效，仅请贵会同意先行垫付，并请办理后续相关作业事宜。是2006年度追加原预算或2007年度预算时，再予转正，敬请审议办法，请贵会同意先行办理是垫付。是2006年度追加原预算时，再予转正。好，那所有那个议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其他意见，那我们就同意垫付。那好的，其他案子。好，那个虽然已经。快结束，我们还是欢迎参与全体。好，那现在真的不要提醒以前
好，你一定要讲那么清楚你这个人啊。好险，那个其他议员没有来，没有。这一路怎么加啊？我们今天有录音，就靠你了。蔡议员，另外一个蔡议员好险没来。要善心告知你的责任。好啊，那今天还有其他提案吗？没有哈，机会没有。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各位委员，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